大家好，我是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好。为什么男女一眼看不到？啊，就不得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，我是月月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一年一度的动漫开箱时间，不要再用一年一度了，不要再用一年一度了。我们上礼拜没有开箱啊，我们上礼拜做第八波真奶，不是前几分钟才做完吗？哎呀，我操！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东西是《Love Live Sunshine》里面的骷髅沙瓦露比，就是黑泽露比。对，其实不要看我这样，我是一个还蛮喜欢买漫画的 PPC 的。嗯，大家之后可以来他房间参观一下。通打来，通打来。这次不是啊，这次是正宫，其他是后宫。李明义老婆在摄影机后面，看起来非常火。然后他初登场其实是在第一话，那第一话就有出场吗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谦哥他在招募他的成员，对，然后他说他要用一个 Love Live 的那个偶像学员陪，对，我要偶像学员陪，对，还差错字嘛，对，写错字，然后他就看到 Ruby 跟 Paul 了，然后他就要招募他们，对，然后那时候 Ruby 就吓到跑到 Paul 了。因为那发出了一个非常魔性的叫声，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大天使约翰从树上跳下来，才结束了这样的闹剧。对，ここはもしかして地上？来看他的外壳，其实他的外壳就是有他 PVC 的剪影，然后旁边印有他的名字，还有三面，然后再来最后面是他的那个。BD3 的封面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开箱啊！你知道吗？收到。我们不是那个为了效果而做这种东西的，我们最讨厌这种。没错，我们最不喜欢事先切好。最鄙视就是这种。对，什么先拿美工刀切好。好，那今天就是 Love Live Sunshine 这个东西啊，计算是我的主场。不是啊，不是我的主场。你不是这方面的博士。我不是啊。为什么不是？我怎么会是博士呢？我记得你提包里面好像有两张卡，不如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没有，没有两张卡。什么两张？拿出来给镜头看。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去我皮包里面的，但是这好像是俗称水费的样子吧？这个我好像知道哎、欸。他衣服就是好一点的 PVC， 他衣服什么都不会做损失，对，他都会有那种真正的衣服的渐层的那种感觉。在他的作者是皱褶，不是皱，不是作者，他的。皱褶其实做的皱褶蛮漂亮的，真漂亮，哎，很漂亮。他的表情做的很棒，很还原那个封面的感觉，对，而且很慌张的感觉，对，因为冰淇淋要掉了，对，冰淇淋要掉了，我们不想去接他的冰淇淋，我们行不行？不行，绝对没问题，我不插错，你是插反了啦，智障哦。哇、哦！看看冰淇淋，没错。好，这是我们组装起来的，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只是加一个脚架之后把冰淇淋弄上去。露比的发色其实比较有点偏粉红色，对，然后比较亮，对，它做起来就有点暗，对，它变偏成暗红色，对，暗红色，然后再来是它这个冰淇淋哦。冰淇淋做的还不错，做的还蛮不错，可以吃的，没有味道。冰淇淋做的还不错，蛮有细节的啦。再来是他刚刚讲衣服，他衣服真的就是没有上整个纯色，就真的是一种。他那个就是跟着那个皱褶有渐层的感觉、对，有渐层。对，他这个裙子也是蛮有细节，就感觉他好像在动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再来这个缎带。也是感觉就是还原他那个 BD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、基本上整体来说，除了他的头发，我觉得都做得还不错。再来是他的那个
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白皙的大腿，还原度很高。嗯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正宫。你迷你老婆现在身在乙时，睡觉百公里的，睡觉。嗯、睡覺但他底座就是，也就是还原啊。我真的觉得整体来说，嗯，如果给他打一个五颗星等级的话，我会给他四颗星。嗯嗯，其实、這個、算 3.5， 其实他败笔就是在头发，他没办法，头发颜色实在没有还原，没有还原的很好。对，那你可以拿来比较一下，就感觉他有点粉粉的，嗯，不像那种亮丽的、亮丽的那种红色，没有那种光鲜亮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失败，失败也还好啦。不然其实如果他头发做得好，我可以给他四颗星，因为其实说五颗星不行，怕他太骄傲，又怕他太骄傲。阿辛梗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影片就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一个赞，并且帮我分享一下，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想第一手看到影片，可以帮我开启小铃铛。小铃铛，今天不站起来了。我站了。我站好了。我是音乐。拜拜。